这辆黑色小轿车走到路口便停了下来，不知道是走错了路还是在等人，黑色小轿车在路口停了一分钟左右，然后向左转弯。看着黑色小轿车的一招一式，先打灯再转弯，还真是有板有眼的。可是司机转弯之后又停在原地不动了。过了一分钟，司机开始慢慢的倒车，可能是看到后面的车辆太多，司机又往前开了一点。可就在司机试图第二次倒车时，意外发生了。车路啊，句子文，古美文，老夸感。